台湾平均退休年龄60岁，因应高龄化社会，全讯部抛出渐进退休制，未来公务员将近退休年龄可以弹性工时方式工作，比如62、63岁的资深公务员可以减少工时方式上班，工作可领部分薪水，渐进退。现在的人可能，对啊，会比较晚退休会比较好。个人假如说有想说再出来动一动的话，那当然。年龄到要退休还是继续工作，人人考量不同。全序部强调，目前渐进退休只是研究计划，还未形成具体政策，但外界也有不同意见。再继续工作的话，那为什么不继续工作呢？第二，退休就是退休，退休了以后，你应该就要把这样的一个工作腾出来给其他人来填补啊，那尤其是公部门。学界建议，若要因应人口老化，不如直接延后退休年龄，游行渐进退休，恐怕造成职涯高龄化，影响职场新陈代谢。加上不同行业适合的退休年龄也有差距，渐进退休如何执行，考验各方接受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